用非常非常快的时间把台中市政府这四年来相关的政策成果，我觉得有意外的跟各位亲子委员做的报告，因为里面有很多很多都是各位亲子委员在相关的提案当中去做建议的，然后我们吸收采纳之后做出相关的政策成果。那也希望各位亲子委员鼓励上给我们台中市政府团队做的需要。